山西汾阳有个叫崔崇汉的人，以贩卖蚕丝为业，多年来经常往来于河北中部、北部及内蒙古地区。有一年，他在经营中亏损了十几两银子，因此他的一些合伙人时不时地对他表露怨言。崔崇汉对此万分委屈，便用利刀剖腹，致使肠子流出来几寸长，眼看就要断气了。他的股东主人趁他未死，急忙找来当地官员和他的妻子，焦急地问他：崔崇汉呀，你有什么冤仇，就当着众人的面快说吧。崔崇汉说：我这人太笨了，不会做买卖，以致亏损了主人的资本。我为此买卖亏损，是感到愧疚，所以也就不想活了，想寻死，和旁人毫无关系。请赶快把我运回老家，别因为命案连累到别人。股东主人听了崔崇汉这番话，非常感动，便捐赠数十两银子，作为他的丧葬费和安家费。就在崔崇汉弥留之际，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位江湖医生来，他把崔崇汉的肠子收进肚里，摆正位置，然后缝合了伤口，敷上药。过了些日子，伤口处结痂愈合，崔崇汉竟神奇地活了下来。然而他虽然活了下来，生活却非常凄惨贫困，万般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把妻子改嫁出去。当年和他一起贩卖蚕丝的人可怜他，纷纷把蚕丝赠送给他，使他可以靠捏线自给自足。后来生活渐渐富裕，他才又娶妻生子。到了乾隆癸己至甲午年间，他因病去世，终年70岁。他的乡亲刘炳为他作传，官署中有人转呈侍御史，侍御史抄来拿给我看，我便撮录其要，写下了这段故事。要说做买卖亏本，这是常有的事。为了十几两银子就自杀，崔崇汉未免太轻生了。但从他本身的操行上来说，他在做买卖的时候本来没有任何私心，可是人们的流言蜚语却造成了他似有贪污侵吞的迹象。他心里受了委屈，却无法自白，只有以死明志。可见他平生是一位自尊自爱之人，他在濒临死亡的时刻仍然能够当众告明地方官，打消官府的怀疑，同时又切切嘱咐妻子，使家属在他死后不去打官司，他的用心就越加显得忠厚了。他当死而又没死，这应该说是有天道在维护吧。这故事听起来奇异，仔细琢磨起来也就不奇怪了。